的爸爸从综艺节目出道，因为热爱健身，练出一身的结实肌肉，后来也当上健身教练，还成为周董的健身教练。没想到近日中立却发生一名健身教练大闹超商的事件，因为该名教练体格壮硕，被网友戏称为浩克，让不少没仔细看新闻的人还以为浩克爸爸就是便利商店的闹事男子，在网上引起不小讨论，也让他的 IG 直接被灌爆。对此，他也发文打破沉默，幽默晒出一张自己在便利商店前买咖啡的照片，并笑说：“最近很多人问我有没有去 Seven。”两照片一曝光，瞬间吸引大票粉丝关注，连酷炫看了也忍不住留了笑到哭的表情符号，实在是有够有趣的。